学这个乒乓球是对的，嗯，来访问，然后从北京再到上海，这个也是继我们1971年这个在日本名古屋发生这个乒乓外交这个事情，那么多年嘛，也继续这样一个精神，就是通过乒乓球为发展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啊做点努力吧。所以这个活动挺好，年轻一代，也71年到现在已经很长一段时间吧，嗯，让他们能够体会一下乒乓球在这方面起的作用。那么从乒乓外交这个活动开始，让我们搞乒乓球的也认识到，这个打乒乓球不仅仅是拿个冠军，推动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。那么现在，通过这个乒乓外交，就感觉到这个意义更加扩大一点，把我们这个认识提高一点，不仅仅拿个金、拿个锦标啊，拿个杯子啊。嗯，除了提高身体素质，嗯，那还有一个可以为啊，为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，能够做点贡献。